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鲍欣怡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中，我荣获业余儿童 B 组特等奖，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，特别感谢主办方给我自我挑战的机会和平台。我学习古筝六年了，我启蒙于一个比较优秀的古筝老师刘毅老师，后又师从浙江歌舞剧院青年演奏家段延迪老师，在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下，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。在2022年白玉兰明月中，我荣获业余儿童 A 组一等奖。2022年小金钟浙江赛区业余儿童 B 组三等奖。2023年朱雀杯业余儿童 A 组浙江赛区一等奖。2023年浙英青少年艺术节明苑专场全国总展演业余少年 A 组特金奖。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也希望能为古筝艺术的传承发挥自己的一份力。最后再次感谢我的老师及我的父母，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我是鲍欣怡，来自中国浙江省丽水市，今天是2023年6月18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《苍歌引》。Thank you.